在这周围找了一圈，还是这里最合适。嗯，那还用说，人家一眼就相中这儿了。300多米，正好在楼中间，怕是没把握。曹先生，这么远，他又这么黑，要是没有把握的话，还是不要打了。要是一枪打不死钟毅的话，这么好的狙击点就废了。是。曹先生，要是你有一枪毙命的把握，咱们就白天再找个时间，那样事先会更好一些。要不这样吧，等明天我想办法帮曹先生验证一下枪法。将军，这条小街离中华大戏院刚好是400米。这一带要求安排军人，而且要多，3人一组。每个小组有一名特高课带队，我要求一只老鼠也不许从这里出去。您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各个小组住进了施密家里，隐蔽起来。重兵还是要放在大戏院门前50米开外的范围内。一定要安排特高课的精锐，特别是要提防卡车突然冲过来袭击，因为这是武装刺杀常见的。嗯，嗨，中华大戏院门前街道两端我已经安排了装甲车，只要卡车在这里一出现，装甲车立刻两边堵上，来个瓮中捉鳖。我现在倒是担心那个齐大姑，他不会来了。一定会来的。属下不明白，刺客和猎手之间不光是斗智斗勇，还要斗气。出色的刺客只有在圈套之内完成刺杀，才显得技高一筹。将军这是高见。嗯，上级已经同意了咱们的方案，只要我们有序地进行阻击和撤退是可行的。这是我勘察过地形后画的详细地图。我们地下党行动人员由30个人左右来配合您。我们侦察排的同志也分别渗透到天津了，共有37人。是啊，足够用了。那好，咱们从现在开始一个胡同一个胡同的研究，要尽量减少伤亡，因为锄奸队是咱天津地下党的精华。好的。我准备一个楼一个楼的去分析。嗯，曹先生，我放了3顶帽子，距离都是20米。你打最右边那个。不错呀，曹先生。再高一点，打中间那个。根据地那边还好吧？同志们都还好吧？哎，都好，都好。哎呦，小李来了！哟，老师，您回来了！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！哎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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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次我来这边主要是给我们那边采购点小五金，顺便来看看老师。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哎，司令员好吧？最近特别好。最近我们用迫击炮拔了鬼子好几个据点。
就是跟我们走。街上已经没有一个军人了。昨天晚上半夜，我已经让他们都进入市民家里了。很好，今天是大会的第一天，通常刺客都是在最后一天才出现，那是为了麻痹猎人才下手。但我要求你们每一天、每一小时、每一分钟都不能松懈。不要下手，听到没有？嘿，去吧。嘿，等等，这边。看多好的钓儿啊，都不用培训。慢走。别看，快进去。放你们一天假，顺便去趟观音号，把这张汇票给我兑了。等完事了以后呢，坐黄包车回家，啊，别把钱丢了。坐啥黄包车？我不也放假了吗？我开着车就带我娘去了。闭嘴！少爷不出门能随便开着车出去吗？不说了吗？坐黄包车回来。是黄包车。就是。少爷，那个，您没别的事儿了吧？没有，瞎想什么呀？去吧，好好转转。行。有事也没出去转。娘。时间快到了，我们应该做好准备。それでは拍手においてお迎えしましょう。金丸兵士、どうぞ前に出てきてください。
曹先生，你开枪之后，我们万箭齐发。离约定时间还差一分钟。人间的时候还有70秒。我说的是我们连长的手表，昨天对的时候比你的快10秒钟。看得很清楚，也是300米，500米一枪毙命。现在冲过去。
成了吗？我老爷无奈地告诉谭丽萍，失手是因为瞄准器上出现的那只虫子。组织的好严密啊，将军，怎么办？又死了好多帝国的勇士。给我封锁各个路口，我要血洗天津。这下你痛快了吧？去吧。嗨，现在是油火没出发。队长，杜松明摆着把你当靶子，引诱七大姑出现吗？战争就是这么残酷，更何况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。我未婚夫也是天津地下党领导，就在新一出事的前两天被鬼子的山炮击中牺牲。后来我才知道，
是你帮着鬼子提高了山炮的射程。当时我也不知道，我是为山炮厂修理机器，让鬼子提高了射程。对不起你先生啊。我们共产党人不需要什么补偿，我们从容地面对死亡，就是想唤起千千万万的人民站起来斗争，这样我们才能死得其所。你们共产党死了不少人吧？从我参加革命开始，放我！不不不！你让他出来！别！你让他出来！他不在！不在！他不在！出来！不在这儿！叫出来！别！不在，少爷不在，真的不在。太君，您冷静冷静啊！赵华丽，不在，他干啥？你给我听着！我知道你在。是男人，太君，你要给我出来！你给我住！我来找。给我出来！太君，当心啊！太君，太君，来起来！哎呀，喝多了，你这走，团长，曹华丽，走，曹华丽，给我出来！给老子出来！下车！娘，你把那放下吧，你别拿着他瞎比划了。我这不也糊涂了吗？我刚才就应该把刀都给他。你说这一天到晚这事儿，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谁？这中中野啊！中野人没进来，这刀子就先进来，就这么比划比划比划。你说跟玩命啊！也是啊，这行了，给我。幸亏我们娘俩呀，我护着我娘，我还把她给挡住了。行了。没有跟你说，你抱她腰。好，副总，抱来着，我得先休息吧。啊，副总，我们说会儿话，你们先下去吧。说你真凶，你不是抱住她腰啊？
哎，我哪有心情看材料啊？现在，我已经来车来接了。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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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得去趟厂子。中野君又怎么了？夏子，今天请你过来就是希望你哄哄曹华丽。中野这个混蛋拿着刺刀在他家里大闹，曹爽心情一定不好。中野真是该死，我现在怕他坏了我的大事，所以希望你把曹爽哄得开心点。放心吧，小岛叔叔，曹爽交给我了。还是你理解我的苦心。哎，爷，这边这边坐。哎，等着吧，这倒霉蛋儿活不了几天。敢打赌吗？不出三天，他准死。行啊。曹桑，喝茶。这么晚了，曹先生怎么还不回来？哎，大哥不是跟小岛喝酒去了，就是去唱戏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情喝酒唱戏啊？哎，你看那是不是有一个人啊？哪儿啊？就在那个门边上，有一个穿日本军服的。哟，还真有一个。该不会……来不及了，大哥随时都会回来。好吧，你们回去吧。好，走吧。走，慢点啊，曹桑。さよなら。さよなら。
没伤的骨头也是枪伤，子弹穿过去了，他怎么会是一般的事儿呢？一点外伤不至于的。曹桑，我是担心你。没事儿。怎么老是出事儿？我愿不愿意出事儿啊？我老爷担心，因为当时走得匆忙，图纸被他顺手放进了抽屉。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要是杜松借机搜查家里，看到图纸可怎么办？不行，得想办法通知谭丽萍或是金梅。砰！啪！胆小鬼，缩头鬼。怕了吧？今天要是没有人帮你，我早就一枪打死你了。还有你，杜松，你把老子当什么了？老子是谁啊？你拿我当靶子？老子是谁呀？你拿老子当靶子啊？老子是谁呀？你啊！你死了！哎，今天这家伙这是怎么了？就他那造型，别是挨踢了吧？哼，看什么看？滚！都给我滚！太君，您冷静啊，太君！都给我滚！滚！老子是谁啊？帝国军人，少佐！